2013年11月12日，胡杏儿空降北京，为其代言的品牌店开幕助阵。活动现场布置在室外，胡杏儿一袭紫色性感包身短裙亮相，不畏严冬，大秀美腿。当天，胡杏儿以瘦身纤体品牌的形象代言人身份出席活动。谈到瘦身，她颇有经验的感叹：“减肥很容易，增肥就很难了。”对于刚刚过去的光棍节，胡杏儿透露自己很乖，整晚都待在家中。自从她与相恋8年的前男友黄宗泽分手后，其感情问题一直为大家所关注。对此，她表示很享受单身生活，不急于寻找另一半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